上台演出的是我们社区大学。社区大学是的，跟各位带来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哦。是的，哇，看他们装扮就知道不得了。三位专业的老师，今天演出舞蹈是杨美丽老师，二胡是刘慧珍老师，以及我们陶笛帅哥老师梁鸿燕老师，为我们带来天路，掌声欢迎。其实就是青藏铁路了，那是一条非常神奇的铁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去，有三位老师来诠释，哇，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，好棒哦，悠扬的音乐，优美的舞蹈，是，哇，老师真的好厉害，不愧是老师，老师级的，老师级的，非常的赏心悦目又好听。